地的功德。从今以后，三宝加持你，诸天护法啊，守护你，没有人可以欺负你。所以第九叫于诸愿敌常得胜。如果你最近人家告你了，官司很麻烦呐，那你就多做施食，不要烦，回向给他，那个官司就过了。有十种功德，记忆力好。那甘露水真言，那就更容易了。各位没有香，至少还有水啊。那么 Solo Boy 来念一次，那么 Solo Boy， 丹塔一对，大智塔 ，Om Solo Solo， 本来 Solo， 本来 Solo， 沙婆诃。那佛陀说，你用一杯水替他们供养三宝，一杯水就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升天，84000。你餐厅里面经常卖海鲜没关系，你只要用一杯水供养佛，回向给餐厅，那一年之内被吃掉杀掉的海鲜就升天了。因为水嘛，水可以消除他们恶业，水可以发财，水可以超度亡魂，特别超度海鲜啊。所以各位，你经常在家里佛像前一定要供水，供完水也不要自己喝，这个水就把它洒一洒，到处洒一洒，餐厅厨房洒一洒，又布施给众生。所以经常布施水，念甘露水真言。那各位就刚刚教各位点水，七滴水啊，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鬼道畜生道祖先，然后呢就给他洒洒水，那得到这16种功德。念一下16页下面功德：一、寿命长远；二、颜色殊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滞；六、恒无吉祥；七、口中相结；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皮色遮鬼现行供给；十一、身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间接生息；十四、得千轮王符；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所以你可以得到世间所有福报，长寿，长得漂亮，口才好，尊敬你，鬼都要供养你，将来可以啊梦见诸佛菩萨，威德像国王啊。所以因为慈悲的功德啊，简单的说，一般人说怕鬼，我们还要对他好，你对他好才是超度他，而且他也不会上来，你越逃避他，他对你越找麻烦，冤亲债主啊。所以这些方法，所以中国人是很喜欢拜祖先，各位以拜祖先的方法去利益众生就好了，那祖先一定要拜啊，那如果不拜祖先就没办法。再来，我希望各位懂得一个忏悔啊，忏悔就是当你生病了，当你障碍来了，那首先要做的不是逃避，就是忏悔。那忏悔，各位请翻到47页，我现在来带各位念一下忏悔记。各位以后一碰到问题，你就先忏悔，消业障啊，业障一定要消。相信佛法就相信因果，然后今天我们得到的好的是我们做善业来的，要惜福。今天我们碰到不好的是我们造恶业自作自受了，那所以你就忏悔就好了啊。那我们今天忏悔，除了自己忏悔，我们要替受苦的众生忏悔，要替正在生病的忏悔。那忏悔就要念忏悔记48页，这四句你将来把它背下来。往昔所造诸恶业，48就是过去式，包括昨天所造的身口意伤害到众生叫恶业。为什么我们会造恶业呢？48页皆由无始贪嗔痴，所以我们过去式到现在式，就像刚刚讲方孝孺过去因为愚痴啊而杀死了，对不对？所以生了一个报仇的儿子，害他全族被杀一样。皆由无始贪嗔痴，那有贪嗔痴怎么造恶业呢？皆从身与意之所生。所以各位修行不离开身与意，身体念一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体的恶业，嘴巴的恶业，来骗人、骂人、讲是非、讲没意义的话，那这个不要做。心里面呢，又起了贪嗔痴，或是分别计较害人，那从身与意你就造恶业，然后就会伤害你，这叫障碍。这些罪障就会让你生病啊、车祸啊、得癌症啊、被欺负啊、比较笨啊，如何如何，
那这些要忏悔掉，忏悔掉，所以我们要念三遍啊。来，大家请起立，站一下，坐太久了，还想上厕所，又肚子饿，那就先替父母好不好？来，替家中父母，所有生病者、贫穷者，求忏悔。因为你现在做生意不赚钱，你不忏悔，一直想心机，我去贷款，你还是越穷啊！你把这个业障忏悔了，然后你就舒服了，好不好？来，替往生者，替堕胎胎儿，替受苦众生，求忏悔。那我们也向他忏悔，好不好？我们过去因为把他杀了，把他吃了，那我们业障才会消除。所以我们要念三遍，好不好？哎，很虔诚，一起念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拜。看前面，这个拜就是你把这个书放在头上就好了，这样好不好？啊，就这样，这个叫拜，就放在头上，就我们拜的三宝。好，第二遍我们再念啊。你现在想一想，过去我现在胃痛啊，我现在头痛啊，妈妈身体不舒服，腰痛啊，这有业障，冤亲债主，我做女儿的替她忏悔，这样就好了啊。所以来一起念第二遍，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问是消业障。第三遍啊，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好，那我现在要念灭罪真言，你不用念也没关系，将来你把它学下来。然后就你要这个时候你要观想，所有佛在我们跟牌位上面洒水一样，把它七尊佛一起帮我们把罪业啊众生都消除了。来，利婆利婆帝丘诃丘诃帝陀罗尼的尼诃来的毗尼尼的摩诃伽帝僧尼伽帝娑婆诃。以后你慢慢念，背久了。熟了，一波一波一波就你走到哪里帮人家，啊，消业障，再来忏悔灭罪，念这个咒就代表全身都变亮了，业障都消除了啊。现在今天法会虽然时间短，但是很圆满，把各种的业障消除，让我们的祖先自己都皈依三宝，就开始修行改变命运了。念是嗡，萨瓦巴波。约瑟菩萨，大哈拉，哇兹拉耶，梭哈，恢复清净。修行怎么修？哎，念一下：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爱护家庭，保护国家。啊，这是基本的。啊，进一步呢？念一下，跟我念：不杀生，多放生，常吃素。这是第一条，不杀生。第二条，来，不偷盗。多布施啊，进一步要布施。第三条，不邪淫，爱护家庭啊，就是要这样做修清净。第四条，不骗人，也多讲好话。第五条，不喝酒，尽量的做好事啊。现在各位你没办法长期吃素啊，那至少初一十五吃素好不好？初一十五啊，虽然你开餐厅没办法，那你至少。初一十五吃吃素啊，然后净化净化，这样就修行了。那除了做这些以外，第二来要怎么修行？来解脱轮回。那各位就要读读心经啊，《般若心经》啊，《金刚经》啊，怎么样修空性？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暂时存在的，不是永恒的。没有真实的我，也没有真实的花。请问这个花会不会坏掉？这个花就会变泥土，变水。这个花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它是暂时的名字叫花，暂时的名字叫树，暂时的名字叫佛塔，暂时的名字叫地球。地球会不会毁灭的一天？也会，因为一直在变化。各位看报纸了，冰啊、水啊、空气啊、热度都在变化。
所以这个世间所有存在的都像云一样的变化，所以你不要执着，就不会痛苦，好不好啊？请问感情哪一天会不会变化？保证的变的，因为总有分开的一天，总有变化。这个身体会不会变化？分分秒秒。那指甲看一下，指甲现在有没有在长？只是你现在看没有，你明天睡醒来就长长了。头发也在长，只是你看不见而已。这个世间一切存在的，都像指甲、头发都在变化，没有不变的，了解吗？所以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要接受变化。而且这个世间所有存在的，都只是一个暂时的，不是永恒单独存在的。这个叫空性，要去思维。所以不要起贪嗔痴执着，不然会痛苦。第三个修行最重要，来发大悲心，成佛，普度众生。都可成佛，啊，所以要劝人家念佛，啊，各位哪一天往生了，你要死亡了，你不要放不下，念阿弥陀佛就好了。你只要相信阿弥陀佛，愿意往生，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坏事，阿弥陀佛也会带你去极乐世界。只是你去极乐世界，先在莲花里面忏悔这样比较久，但是就不会轮回了。所以很慈悲，也要劝人念佛。但是念佛不是要逃避生死，就是说。既然阿弥陀佛成佛了，我要去极乐世界学阿弥陀佛怎么成佛的，帮助众生都脱离痛苦，因为众生对我们有恩呢。这个世界一只蚂蚁、一只蜜蜂都对我们有恩，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因为离开风啊、离开水、离开树、离开太阳、离开英国人、离开中国人，我们的生命都不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是互相合作的世界，是互相依靠的世界，这个观念最重要。所以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你破坏世界就是破坏自己，要有这个观念。所以所谓什么叫菩萨，他就叫发愿帮助众生、帮助世界。那事实上，自己才会清净，因为唯有众生都快乐、世界都快乐，自己才快乐，这才是佛菩萨的思想，慈悲的意思。好，那各位最后啊，我们把今天的功德也来回向53页。那各位，你每次做完功德。你以慈悲心去插花供水回向世界，最后你就要回向，啊，回向呢就是各种的功德。那首先，虽然我们今天没放生，我们昨天有放生，前天有放生，我们有组一个国际放生，每天都有30场，世界各地，在美国波士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哈利法克斯很多地方，啊，特别我们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天天都有在救命，因为。放生是最有力量、最快的，啊！所以各位，你妈妈生病，你赶快把那几只鳗鱼就给她放了，这样，你赶快跑去那餐厅，那几只龙虾卖我就给她救了，但是也不能乱放，也要配合环境，对不对？啊，这国家规定要原生态的，那你就配合环境吧，啊，能够配合环境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没办法，那几只鳗鱼，你要找到它的环境，能够找就找，找不到就放在你家吧。啊，至少不要让他被杀了，自然死亡，对不对？你能够救他救多久？所以像我们救很多牛、救很多要被杀的狗，那个比较好一点。啊，那如果你要放在英国、美国，你要原生态的还是买得到？啊，就在这个海里面抓的，就在那边放，你还是可以做得到。那放不到了就超度他，好不好啊？跟他洒洒甘露水，超度他，希望他死了以后超度。所以，我们把所有功德啊，我们随喜功德、插花、供灯啊、法会啊，那我们这次出来3个月，这场完了以后还要去爱尔兰，爱尔兰以后再回伦敦，伦敦以后再去泰国，再去缅甸，然后再去印度，跑到死亡，生命就这样，那就到处去修福报，去结善缘。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心善。